这个郭文贵最近做出的上述爆料呢，仍然需要核实啊。那么一些海外评论人士呢，都敦促北京官方或者当事人啊，包括王岐山本人，要出来做出正面回应。那么观察人士注意到呢，王岐山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露面了。上次露面呢是在五月“一带一路”峰会期间，他是会见老挝领导人本人。那么王岐山本人目前的状况。 以及他在19大后是否会留任，正在引发各界的猜测。